想送真的，你想送真的？月，我月哥，你干嘛去了？月哥，你太贵重了，也不太好。好几枚，好几枚，我看到了。感谢我们家少爷。对啊，都是喜欢看三叔的。合着我直播间我没有粉丝，全是三叔的粉丝。谢谢少关注，谢谢。感谢，是帮我打宝石的。哎呀，给个面子嘛！哎呀，第一次跟人家见面，你们这样子。谢谢国际哥，谢谢国际哥，国家。给我个面子嘛！欢迎拉拉子。大师兄在里面，大师兄不在，都是大师兄都不在一年了。真的喜欢的奈何没有条件。他了就懂了，我都看了。感谢你坚持的关注，谢谢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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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咱们一起上一上，家人们，二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上上礼物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二，哦，你们真的不守塔吗？就一个小星星都不守塔吗？真的是？真的是太过分了！我的天，让我先走个曲，让我先走个曲。怎么唱首情歌呀？谢谢贼拉喜欢我的九月哥、涛涛，我们的随风、孤身、欧帕，然后子瑜、杰红、冰冰，然后我们的千里刃、我们的小严、三生三世，果然给我面子，贼拉喜欢我就对了。想听孟婆的碗呀？欢迎石头哥。嗯，好，那我就唱一首这个吧。可以，我都不敢让。之前我每次连麦输的时候唱歌，我总是问我说对面大哥喜欢听什么，然后对面大哥点一首歌，然后不会唱，就为了避免这个尴尬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我就自己随我随意唱吧，我都。那我问一下，就是你们家大哥想听什么歌？对对，大家可以点点歌，看对面小姐姐会不会唱，好不好？那行，那我你们说想听孟婆的碗是吗？这么回事，我不上还说了，对呀、就是还好，我就唱孟婆守了这个塔，没事，头头打到了咱自己家也是一样的。唱半首孟婆的吧，哈，嗯，也不知道对面大哥是不是喜欢这首歌。敲不轻飘的诗句平和，你在哪里？我喊着你的名，可声音来不及扩散，便消失的没了踪影。踉跄着来到。潮起，我死也不见孟婆的那只碗，我不能忘记你我的甜蜜，我不能忘记你我的点点滴滴，我要带着凄怆的情。找到你，用声相守，抱着你不分离。想起你让我心揪，揪碎了，哽住了喉。挥起手打翻孟婆的碗，落在地碎着两半。孟婆她会对我发慈悲。随风飘飞，我的爱浓浓将你包围，来世相依偎。谢谢，我唱一段，剩下的时间。而且声音很有特色哎。谢谢，感谢我们思思，谢谢，谢豆芽，小豆芽，四六。那我唱一个那个吧，就是我们家的一位大哥哥他有说哎。推荐我一首歌叫爱笑的眼睛，我就把这首爱笑的眼睛送给你们。好的，
家人们，我们喜欢对面小姐姐啊，可以给对面小姐姐点点关注。那首歌有点贵。嗯，这什么？哎呀，小点歌吧，小点歌。刚才我们欢迎小宝宝。好听啊，真好听，真好听啊，家人们，就声音好特别啊，声音好干净。我们直播间人还蛮多的，喜欢的给对面小姐姐点点关注。我们也是相互的点一点。你平常直播的时间几点到几点呀？我每天开播早，每天是八点，晚上八点到十二点。然后今天吧，今天就是巧合，正好巧合，我们家姐姐正好在那个惠子那玩，然后偶然连了一次，然后哎人好多，然后我就没下播，一直从几百个人涨到了现在。涨到3000多、啊、我也是，就是人气如果高的时候就舍不得下播，对，是这样的，就是加班加点也是为了把大家留下来。对对对，之前我100多人的时候吧还行，就每天固定下播，可是人一多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就觉得可惜了，因为直播间本来人就少，突然多起来就真的受宠若惊的感觉。所以坚持、嗯、我们一起加油，一起加油、啊、以后常玩。好嘞，小白拜拜，你关吧、嗯、拜拜，嗯，拜拜。三叔在哪儿追他回来？我在唱唱歌，我不接麦了，唱唱歌，然后我就下。谢谢头头，谢谢我们九月哥。九月哥，这个时候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你自己都说了，对不对？你是很重要的，你是很重要的。然后呢，就是你看打出了我们家的尊严，又有这个气势。对不对？然后头头也给我们家有了一个定心丸的感觉。头头今天有吃宵夜吗？好像那首歌并没有那么涨粉的呀，我记得下次可以换一个。我再唱一下歌我就下了，谢谢我们的牛魔王。再唱 一两首歌吧我就下播，然后呢我就挂一个牌子，上面写一个哈哈哈哈。你现在在我心里铃响，就是一定要吃了夜宵来才来看我。这样吧，以后我包你的夜宵，我每天给你点一份夜宵，然后你每天都会过来，就端着夜宵过来看我直播。早点给你点，我8点半就给你点好。下次唱太阳试一下。没事没事，我跟你讲，就是我觉得好好唱歌呗。我也饿了。
任性也。这个背景音乐啊，是那个不是花火呀？哎，我是不是忘记唱一首歌了？我有时候记性不好，希望大家多多谅解一下。我有时候记性不好，所以有一些歌可能没有唱到的。从前有一个男孩，喜上了个女孩。加团有好处吗？他说那天撞见他，家的人都知道，家的人都升官发财了，你现在还在问这个话，你看你是不是比别人晚了一步？真的，自从来我直播间的人啊，直播间的大哥啊，然后我的粉丝家人们，就是来了之后都升官发财，迎娶白富美，走向了人生事业巅峰，你还在那问加团有效吗？加团有什么好处？你那格局，你的眼界放大一点，放宽一点，你就能感受到无比的快乐，是不是？你天天数着一块两块，你过日子，你又不努力赚钱，赚钱是为了花钱，是为了开心的花有用的钱，让它得到更多，是不是？那你还没有发财，在路上了，好凡尔赛。加团你可以听到听不到的音乐。嘴巴越来越会说了，我跟你讲，像头头和九月哥，像我的家人们啊，然后我们的像我们的当当，像我们的美豪，像我们的孤身，然后我们的就是 CC， 你们这么多，像三叔啊，我们的家人们来的越多，我跟你讲，我的口才我可以在抖音称霸，称反正是能称出来，我还行。我是那个人来疯，你们没有来，没有人跟我说话，我就在直播间，我就这样坐着，我觉得我唱歌没有人给我回应，我就好无聊啊，好难过。女版郭德纲，我谢您嘞。称霸一角。我开心的时候说话都是，那家伙简直了，就蹭蹭蹭蹭蹭不停，可以说相声了。打南边来个喇叭，手里提着个塔吧，喇叭跟着那个塔嘛，那个他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今天唱我的歌没有？我的妈呀，九月哥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在呼唤你，我呼唤了一个小时。你说你开车，在那一个小时里面，我唱的所有你喜欢的歌，什么真心就是真心爱你啊，真心爱你啊，真心爱你啊，你喜欢的歌都给你安排了，结果你去开车了，你得对这首歌负责。你没有照顾好他，让他居无定所。对，我心情好就话很多，因为我能感受到我们家慢慢好起来了，就是会有新的朋友，哎，他会过来跟我们一起玩，是愿意支持我，我觉得哎，那我还不错，我可以更努力。就是有大哥在直播间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我起来了。但是大哥们你们不在的时候，人家连我我就不敢接，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没条件，我太拉了，我就开始认怂，该怂我就怂，但是该飘我得飘。真的，这个太真实了，我一定要跟你们讲，有大哥才有我的动力。我每天坐那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，结果我就哭了，我就搁那太难了。天空飘来五个字那都不是事儿，那是安慰自己的，连个小时榜都没有，我都快难受死了。就是千辛万苦也等不到一个小时榜，我的要求并不高，只是一个广州的小时榜而已，全网的我就不想了，全网太难了，我来了还没有准备你就榜十了，这个怪我好不好，这个怪我。但是来都来了怎么会没有准备呢？这不像是我九月哥的作风。我九月哥特别帅气，那天问我你想要什么，你说
然后我就特别的善解人意，我就跟九月哥说，你送的我都喜欢，然后没有下文了。不，你们要接我下班，我唱唱歌，然后你们再接我下班。是否忘了一首歌？《忘情谷》。这话你还说对了，没有准备不来的。看是不是？我九月哥肯定打麻将赢钱了。所以我每天最开心的事情，作为一个好运锦鲤，我就天天在家里面就是给你们许愿，你们的生意兴隆，然后打牌牌牌都胡，我就跟着吃香。真的，这是我最真挚的祝福，就是我每天我就在那许愿，我说我们家的大哥们一定要升官发财，迎娶白富美，走向人生事业巅峰。然后打牌牌牌胡，排位把把都赢。有没有发现你的运势变得越来越好了？好，话不多说，给大家唱一首好听的《忘情谷》。又是故事刚刚开始就结束了，孤单的我只剩下遗憾了，付出再多分手也逃不过，如今只有回忆陪着我。我不是除了你就没人要，我只是除了你谁都不想要，我曾经的骄傲全被你抹杀掉，心都碎了还在念着你的好，难道爱你真的没结果，可忘记你我真的太难了，我找大师算过，没缘分大师说，然后大师给我一颗忘情果，喝下就会快乐。祝我口袋满圆，美女占满床，天亮哥。我跟他说一声，有些故事你们帮我跟他说吧，我就不接了。输了，孤单的我只剩下遗憾了，付出再多分手也逃不过，如今只有回忆陪着我。我不是除了你就没人要，我只是除了你谁也不想要，我曾经的骄傲全被你抹杀掉，心都碎了还在念着你的好，难道爱你真的没结果，可忘记你我真的太难了，我找大师算过，没缘分大师说，然后大师给我两颗忘情果，吃下就会快乐。我不是除了你就没人要，我只是除了你谁都不想要，我曾经的骄傲全被你抹杀掉，心都碎了还在念着你的好，爱你真的没结果，可忘记你我真的太难了，我找大师算过，被缘分大师说，然后大师给我一颗忘情果，
这下周会快乐，这下周会快乐。你们不要再骗我了，老说平哥来平哥来，我就没有看到平哥说过话是不是，我都不知道平哥是不是开的假号第一次见我这么晚，祝我们九月哥钱包满满，床前美女满满，床前美女满满，床前不是只有明月光吗忘情国，突然距离迫使他和他分开，他和他先离。我要下播了，朋友们，有没有接我下班的朋友？床前站满美女。这个叫做什么？叫做生活的乐趣，人生的最高境界。像头头吃着夜宵，看着看着美女，听着好听的歌。有，但是接我一般接我上接我下班，有没有就是坐骑啊？我们不能走路回去吧？你们接我下班，我不能走路吧？是不是应该有什么坐骑？马车有没有？有没有什么交通工具接我下下班？背我回家，那也太惨了。小电驴啊，小电驴，小电驴也不是不行，太环保了。你看我今天是不是上不上，就是应该要做那种就是仙子一般的那种，你看我后面的城堡都已经准备好了，这个有点搬不动。共享单车谁啊，会骂人的猪，我不接，我关一下。手扶拖拉机，有没有贼拉喜欢我可以接我下班的朋友？欢迎卓，欢迎卓变灵，欢迎我们卓哥。床前明月光，小小拨天亮。关键是没人想你走，你看随心他又感谢你的共享单车。不是，你看吧，这个共享单车吧，主要是共享的。我直播间1655个人，这小摩托只能带走一个，就带不走全部的人，需要开个摩托行。感谢独身，独身这么多摩托，可以了，接到了5位朋友。车坐花海，带你在花海里走着回家，真的可以吗？那花海就简直是锦上又甜花，我可以在花海里面睡觉。让我在花海里面就是那种躺着睡觉。小小应该叫小可爱。不可以。有没有？瑟瑟抖了一下，停哥，我接一下吧，我跟他说一声，我跟他说一声，宝贝啊，我要下了，刚刚我没有接到你，我跟你连的时候，你可能在连别人去了。我刚封号了，哎，咋回事？怎么你就被封了？别去发别人抖腿啊！我发别人抖腿，我就被封号，人家没事。哎，可能是那腿太性感了。一个男的，那应该就不好看，才封号的，真的是无语了。好吧，那我明天再玩吧，我肯定再。美女又来了，我连下你。哟，九月哥，你想说什么？大哥发话了。连续三天我进来不是我自己出。你要说什么？是的，宇哥。啊？我吗？我在问。
九月哥，你想说啥？他刚刚说了一句美女又来了。他敢说啥在你面前？他敢说吗？没有，我们家大哥都特别，就是他们开心我就开心。嗯，不说话了、嗯、不说话了我就走了。哎，他又不说话了。你看他走了走了走了，听歌明天见。好的，拜拜。噔噔噔美女又放一点了，我也会。九月哥想和美女聊天。那你倒是说话呀，你看看你看看，我也会。谁不会眨个眼啊，是不是？九月哥，在你聊到天亮的时候能不能接我下个班？你能不能接我下个班啊？中不？美女发福袋发不了了，我不是美女。今天美女下班了，现在帅哥在值班，你不是给他打榜十吗？主要是我都快下播了，我给他打榜十，我怎么打得过他呀？小摩托没有接走，小摩托接不走我，我直播间1600多人接不住。快点，我要下班了，我要下班了，打完才下。那你意思，我刚刚就看你的指挥呢，我看你怎么说呢？你看我刚盯着我说九月哥，你怎么说？你没说话，我这不就走了吗？你说打榜十，就算我没有榜十，没有人，我也给你打呀。那么多人怕什么？你没说话，我不敢发话。你发话了，我还好意思说，是不是？你看我刚刚就盯着九月哥说，我九月哥你说吧，他没说话，走了才说。那我又不好意思了，是不是？发福袋的帅哥帅气，美女漂亮。我今天是小小，我不帅我也不漂亮。我想肯定会打赢他的。我要休息了。完了，好多人连我呀，我要关一下。还有吗？还有好的坐骑我可以就是坐着回家吗？我要下班了。九月哥你接我下班呗，就当我榜十打赢了，来庆祝一下。昨天小小打成啥样了，我昨天太难了，我跟你讲，你不在我都不好意思打榜十。抠索的我就抠索，你刺激不了我。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，我又不想你走。没有人接我下班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下了我下了，我要感谢一下。不开玩笑了，没有人接我，那我走回家了，我今天自己走回家吧。就砸那个刚那个榜十的，刚刚没有说，现在不好意思连人家了。我自己走回去吧，朋友们，谢谢我们的情愫，谢谢申风哥，谢谢我们的三叔，谢谢九月哥，感谢我们的快乐开心，谢谢刘云哥，谢谢头头，谢谢一拍，谢谢当当，谢谢美豪，谢谢叶开，谢谢我们的五八哥，谢谢孤身，感谢我们的 K， 我们的兵哥，谢谢2351，谢谢落黄，谢谢如雾，感谢我们的君，谢谢丑，然后谢谢我们的 CC， 谢谢我们的嗨，谢谢蓝树，谢谢精灵。主要是我要下了，我有点熬不住了，因为我明天要录制我的单曲。没事，来日方长，让我走回家吧。
那我就下播喽，大家晚安。我的新视频大家没有帮我点赞的，可以帮我点一点赞。你看一下，十架飞机都有。打不动了，主要是我打不动了。是谁一直在理我？那时候我不懂这叫爱，你喜欢啊，都不想走的状态，你好久都没再来，彩色的不打啦不打啦。九月哥也是好心要帮我们打，都想把我打赢。没事没事，我们不缺这个时间了。不要你离开，每次你说下播就莫名的有难过了，人家也在连了，不打了不打了，去打一把。哎呦，那打谁啊？他们在打了，我在打的话就很晚了。想对你说句晚安，对你说句晚安，晚安晚安呀，星星已经睡了，月亮已经睡了，只想对你说，我们睡吧睡吧。感谢九月哥，而且九月哥想帮我打榜时，无论阴天下雨还是多云转晴，没关系。然后谢谢我们的当当，是最甜蜜的。谢谢我们的孤身走我路，感谢我们的 CC， 谢谢明天你好，是你的，谢谢等待，想着你。